们可以在旁边像这样剪一点小小的开口，你在粘贴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比较服帖你的伤口或者是你手指头的形状，这样子贴起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比较好活动。正确用药保平安，常备药品求心安。我是药师陈怡安。OK 泵作为我们日常的常备用品，相信大家都有用过。但是你知道 OK 泵原来也有时效性吗？不同的伤口又要怎么选择适合的 OK 泵呢？看完今天这集，女生可以变贤惠，男生可以变暖男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 OK 泵吧。OK 泵的主要组成呢，是由中间的棉垫加上外面的胶带去做固定。一般呢，可以用来保护伤口，也可以避免伤口受到灰尘或是水的感染。那 OK 泵呢，绝对不是贴了就没事，至少24小时要做一次更换。那如果说你的 OK 泵呢有沾到水，或是有弄脏，甚至是已经有明显破损的话，也要立即做更换哦。挑选 OK 泵的时候呢，首先我们要先选择合适的大小，就是中间的棉垫呢一定要比你的伤口还要大，才可以将伤口完全的密封。那防水 OK 泵它的好处是它的密合度比较高，所以它可以完全的贴合你伤口的周边，所以呢在淋浴或者是洗手之后，它其实是可以不用更换的，那它一样可以有很好的透气效果。那如果我们是要贴在关节需要活动的地方呢，其实可以稍微剪一下你的 OK 泵，让它可以更服帖。那剪的时候呢，记得不要剪到中间棉垫的地方，因为这个是要跟伤口接触的地方，要避免污染。那我们可以在旁边呢稍微剪一点小小的开口，像这样子，你在粘贴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比较服帖你的伤口或者是你手指头的形状。那假设我们的伤口如果是在关节的这个地方，就是先这样子露出它棉垫的部分，然后尽量不要碰到，这样。固定之后呢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边缘沿着手指的形状这样子稍微的做贴合，这样。这样子贴起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比较好活动。如果说呢，你觉得剪不方便的话呢，其实现在市售有很多不同形状的产品，你可以根据你的伤口大小去做选择，或是有一些呢，它是比较有弹性的材质，在你活动的时候它也可以比较贴合。其实还有很多情况下可能是没有那么适合贴 OK 泵的，比如说太大的伤口，太大的伤口呢，它感染的风险会比较高，建议要到医院稍微做一下伤口的清洁。如果说你买不到合适的 OK 泵，基本上那样子的伤口就已经算是太大了。那第二种呢，是你的伤口可能不大，但是它可能很深，比如说被钉子钉到，像这样的状况呢，可能会有一些厌氧菌感染的情况增加，比如说破伤风的问题。那这样子呢，也建议要到医院去做一下伤口的清洁之后呢，再评估一下需不需要打破伤风的疫苗。第三种呢，是被野生动物咬伤的伤口。在户外的野生动物呢，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健康情形，或是它身上可能有什么样的细菌，这样子的状况呢，也要到医院去做伤口的处理。那第四种呢，就是烫伤的伤口。如果你烫伤的伤口面积也是比较大的话，也要到医院去做一下烫伤的处理，避免你伤口后续的感染。那第五种呢，就是你的伤口已经有明显的发炎反应，像是红肿、热痛，那甚至是有一些化脓的情形，表示你的伤口可能是已经有感染了，也要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。像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 OK 泵的产品，就可以根据你伤口的情形去做产品的选择。那像是这样子的弹性 OK 泵，可以看到它的胶布的部分，它其实是跟以往的 OK 泵比起来比较有弹性，延展性比较好的。
像是这样子的产品呢，就比较适合贴在关节或是需要大量活动的地方，避免 OK 绷的脱落。那另外呢，很常见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人工皮。那人工皮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维持伤口的湿润度，增加伤口湿润度呢，其实是可以增加伤口复原的速度的，那也可以让你的伤口长得比较平整，比较不会留下疤痕。那还有一种跟我们以往比较常见的 OK 绷不一样的是液态 OK 绷，它的原理呢，就是在有机溶剂挥发之后呢，会在皮肤上面形成一个薄膜去保护你的伤口。这样子的产品呢，比较建议大家用在像是刀伤这样子比较平整的伤口，或是比较浅的小伤口去做使用。那因为它含有有机溶剂的关系呢，要记得不能涂在眼睛、鼻子的周围，避免刺激。那如果说使用之后呢，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红肿的情形发生。在贴上 OK 绷之前呢，清洁伤口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清洁伤口的方法。那我们在清洁伤口的时候呢，可以用生理食盐水直接去做冲洗的动作。那如果说呢是用棉棒的话，就是要单一方向的去做擦拭，这样子。单一方向的做擦拭，要避免来回涂抹，因为来回涂抹可能会让那个伤口继续污染。那如果是比较圆形的伤口呢，你可以从伤口的中心慢慢的往外画圈，这样子去做清洁。那如果是比较脏的伤口呢，我们可以用一点优点去做消毒。那消毒之后呢，一样是用刚刚的方法，等待30分钟，再用生理盐水去擦拭一遍就可以了。想不到小小一块 OK 绷背后还有这么多的知识，学会怎么正确的使用 OK 绷，下次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处理伤口了。可以，是从哪支吗？不是，对不起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，请帮我们按个喜欢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